锵锵三人行，徐老师给你介绍我们日本教授，研究日本学的教授王新生老师，我们北大历史系的啊。对对。哎，日本问题，又要请您来聊聊了。那天我看见了那个安倍晋三，这才当几天首相啊？不到一年。哎，还是眼泛泪光哎。就是感觉，你说他是表演的还是真情流露？发自内心的。发自内心的辞职。他伤心是吧？伤心。就是那个反恐什么那个东西通不过，那是一方面，另外呢，主要上次那个选举对失误，选举惨败，参议院选举惨败，哎，改选62个，最后当选只有37个，是因为内政的原因是？主要是养老金保险，他那个养老金保险记录丢失，丢失了5000多万份呢，啊，你想想看。日本人那么细腻还会犯这样的错误吗？他主要是一个省厅改革以后啊，那个记录呢来回的转，再重新登记的时候那就流失了。那不跟陈良宇犯的同样的错误了吗？陈良宇社保基金嘛，社保对对，这个一样的道理，损害了老年人的退休问题、这个是非常大的原因。你叫你想想啊，你好好的交了钱，工作了一辈子，对啊，突然说你没交，那是什么感情呢？说我多交那可以，对不对？我一点没交呢，那将来领不到养老金了。现在日本的这个生孩子的数是越来越少，而且现在养老金老龄社会嘛，老龄化社会，那么他65岁以上的老人已经占到人口的20%，这已经是世界第一了。你想想看，你这个本来领养老金就比较困难了，结果你又丢失了，那么这样以来呢？所以说他那个政党选举制度啊，不是空设。对，他民众的利益受到重大损害的时候，那个选举就不是做做样子，民主党就票数就上去了， 对不对？民主党是获得大胜的。你这样一来呢，你看参议院选举失败，那么呢，这个反恐的措施法可能通不过。他又在澳大利亚说放了大话，说通不过我要辞职，他应给布什总统保证了。那压力很大，另外他身体不好。哎。我们还采访了一个学者，中国的学者，这学者很神秘，说这个身体不好是个重要原因。对，说他新闻上讲他是因为肠胃功能嘛，到住院检查，但是这个学者说我知道他得的是什么病，但是媒体都没说，所以我也不说，但我只是说很严重的病，严重到他的家里人都坚决不想让他再工作了。对，所以呢，日本呢，我们知道他这个有过劳死这一说，安倍都要过劳吗？安倍是有点过劳。他呢是压力太大，他这个人呢经不起压力。你又说他是一公子哥？对，我拿着我们在文革的话叫什么？温室里的花朵，就是整个一个、他温室里的花朵，没有见过世面，没有经过风雨，哎，他风度翩翩的，他穿西装，这个日本女性都挺喜欢他，对，身材跟徐老师差不多。阿玛尼，那是阿玛尼，跟我穿阿玛尼西装很像，1.75米的个子，然后呢，确实是风度翩翩。曾经有一年得过日本的最佳的着装奖，穿衣服的奖，时尚男士，时尚男士。但这个人呢，是应该说就是一个公子哥，就是说他的外祖父是岸信介了那么他呢是上的一个不太出名的学校，是个贵族学校，叫城西大学。到城西大学呢，在日本呢虽然是贵族学校呢，但出的这个名人不多啊。到目前为止就出过2个国会议员。其中有一个呢是前不久被安倍任命为奴林大臣，原来做过环境大臣的那个若林正俊啊，哎，让他刚上台呢又出现政治资金丑闻，还任命了一个女的做那个防卫厅长官，做了没多久就下去了。对，那叫小池百合子。那小池百合子，对，反正长得还可以。你看，可是不知道他怎么指挥军队。你能想象中国出现一个女的国防部长？这个有意思。但是我总觉得，就是说日本这些。咱们感觉日本那么严谨，那么好像道德感很强的一个民族，他为什么政治生态里头，你觉不觉得丑闻也不断？他这样，日本吧正在处在一个过渡时期啊，就是他从传统的那个就是政府主导型的一个发展体制呢，慢慢的向一个开放型的自由的体制过渡，但是呢很不适应的。我们知道呢，就是说90年代以来的改革造成了一个强势领导人的制度设计。那么这个呢，小泉是特别适应于这种体制的，所以他是呼风唤雨呢。哎，这个小泉是算蛮有个人魅力的，是吧？他那个人是我行我素，哎，是政界的一匹孤狼啊。什么叫没有嫡系部队，就一个人？这个事呢是越这样干还越怪，
就你越打碎自民党吧，自民党发展越快。但是呢，这个安倍呢，因为是公子哥啊，他不太适应这种强势领导人的制度设计，他反而被这个制度呢所害。那一个是狼，一个是公子哥，那个麻生算什么的？那脸上麻麻的那个也是公子哥，他也公子哥，那个可我以为他是哪个武斗集团出身的。他你看他嘴歪是吧？啊，他就因为闲着没事干，就当时他是吉田茂的外孙。哦，哎，都擦擦的高干子弟。对，吉田茂的外孙嘛，从小养尊处优啊，当了又干什么呢？没什么事干，去干什么？打飞碟。射击啊啊！打飞碟，对，打坏了嘴了吗？参加奥运会，还拿了一个40多名哦，那还说对，40多名，对他那个天天那个练射击嘛，怪不得这么好战，现在整天说我们要恢复军队啊，对，还提出日本要发展核武器，就是麻生嘛，对吧？所以这个日本呢，它是一个世袭的社会，就政治家现在在国会里边40%。都是这个20%的30%的议员，那我就有点不懂了。你说这个西方的这一套民主制度，在日本这个政体里算是落实了吗？还是走了样了？应该说从表面看，西方的体制它是采用了，就是说那制度西学为体，对，西学为体，日学为用，但实际上是日本的，它的政治文化就是日本的。因为呢，就是最大的一个呢，就是说它是权威性的、集团性的。我这个选区选出来的议员，你即使犯罪，我也支持你。你的意思就是说，我这里相亲选出去这个人，对，就算他在外面做的再差，对，我们也支持他。对，哦，怪不得陈水扁呢，他们是被日本统治过的，没错。他这个台南也是这一套啊。我有点真是不懂，在日本里边这各派各派呀、他这个是怎么回事？他们好像都点得清楚的，谁谁谁是什么派？你不要他一个自民党吧，好像谁谁谁是什么派，谁谁谁是什么派？他这个派是怎么分出来的呢？他是这样的。就是日本呢，它是个集团主义，它也分很多集团。我们知道日本呢是分内外有别的，那个内呢，它是有不断的有个扩展的过程。自己家庭是一个，自己企业是一个，自己的地区是一个，自己国家又是一个。那么在日本内部呢，也存在很多的小团体。那实际上现在很多人怀念这个东西啊，为什么？你有团体，它有竞争啊。那么这个日本的自民党里边派系啊，一建党的时候就存在5大师团。现在还有，现在有9个派系，就说现在福田比较得到多的支持，就是因为派系领袖。对对对，他倒不是派系领袖。是不是你见过福田？我见过，我呢这个6月份将来发达了，发达了，以后中日关系靠你了啊，靠你了。福田呢是早稻田出来的，嗯，我5月底去早稻田开会的时候啊，见到他，他已经是万事皆休了，就一副准备回家种地的这个感觉了。那现在感觉他呼声很高啊，这就是日本历史发展的一个，就是必然好，偶然好，因为小泉安倍走的那个强势的路线啊，太厉害了，太过了。现在呢，应该回个头来再搞协调性的，因为我们知道日本文化，他们也搞和谐社会了。哎，日本的政治文化是什么？协调性的，就是你不要动武，你那个好，这个这不是咱说的和稀泥吗？对，哎，这个日本是需要，日本最大的文化一个特征是和协调，啊，就是。咱们表面上不要斗来斗去的哦，怪不得他们自称叫大和民族，哎、但是实际上他是党内大战民族，他其实大战民族，他这实际上派系很多呀，派系9个派系。那么去年呢，就安倍和福田准备竞选自民党总裁的时候，就是因为福田不愿意看着派系分裂，他把这个政权让给了这个安倍，退一步海阔天空啊、哎。但是呢，安倍太年轻了，安倍54年出生的。哦，跟徐老师一样大。哎呀，我怎么没做手枪啊？请下广告先，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怎么这个还听您私下里说过一句话，说在日本来讲，就是政治家是一定要腐败的。哎，这个腐败呢是这样的，你看你怎么理解？就政治家需要钱，政治家呢从国家领的钱只有3000万到4000万，但他日元呢？日元啊，他每年要花1亿，为什么？他要选举呢，要去争取选民呢，政治家每年要参加200到300次的红白喜事。
哦，人家想台湾结婚，对啊，就是台湾跟日本的关系看出来吧。你选区的选民有了事情，比如说死人了、结婚了，你都得去送红包呢。啊，所以将来中国乡村搞民主，现在期限的这种乡村的基层的选举啊，嗯，也很多是这样啊。你家庭的事情啊，你这个要选村长什么，你要不去的话，所以我听他们那个谁当你回事啊，在日本住的那中国人说，你好比像山口组，咱们过去说起来是黑社会，实际上山口组也发钱。那当然，也给老爷也赈济百姓啊什么的，他是好像富有那种古代人是不是？就是保护一方的那么一种。哎，这就是这个为什么日本暴力团存在的一个主要的原因。日本人呢不太喜欢打官司，他喜欢私下解决。那么呢，实际上暴力团呢就起到这么一个作用，就是我呢是这个地盘的一个啊老大老大。那么你们有什么事儿纠纷了，叫我一拍板解决了。嗯，所以呢，为什么这个暴力团越解决越解决不了呢？它跟日本的社会文化也是关系的。你像上次我们有一个朋友到日本去，最后混到一个日本家庭里去，跟他们吃饭。嗯，然后这家庭里好像有一个就是那个地区的，嗯，一个老大，其实看上去很好的人的样子，说好吃完饭咱们去酒吧，嗯，我带你们去喝酒。嗯，然后这个中国游客就目睹了一个什么情景啊？一进那个小酒馆，这个老大往椅子上一坐，小酒馆的老板和老板娘那对老夫妻啊，哎呦就过来，一个人跪在他一边，一个人拉着他一只手，说呀，我们这个小店呢，就靠你多年来照顾啊，我们真是感激啊。半个小时，这老大在啊啊，好好好，他是那么一种感觉。这就是这个日本的一种权威文化、集团文化，对这个集团的首领是毕恭毕敬的。我们回到刚才的这日本的政治文化，就我们谈到了政治家，他要玩钱的。但是选民呢认可的，因为他有一部分钱是回到选民身上去了，就是说你比如选民要到东京去玩，这个政治家请他吃饭，但是怎么监督，我们怎么知道你有多少钱自个儿黑了呢？多少钱给选民，看他在国会里为你的这个集团做办事啊。嗯，另外有政治资金这个收支报告，我们看安倍政权有很多内阁的成员因为这个收支报告不平衡出现漏洞，结果辞职了。但你讲的这个政治都是指议员呐、这些人。对。官僚任命的官僚是不可以玩钱的。当然是。这个呢是分两部分。就是说公务员官僚他是这个考试录用的。这个呢是你不能玩钱的。嗯。政治家是选举去了的。选举是需要钱的。你把钱捐给我，我为你工作，我将来还把利益再给你争取到。这个是民主政治的一个过程的。我们不能说是啊，你玩钱就不对的，他玩钱有玩钱的必要的。但比如说如果我是金主，我给你的钱，那你在政治上你不得听我的吗？为我服务吗？为你服务啊。我在国会里边提出，就是说能够实现你的利益。三井三菱啊，他们都有很多代理人。那政治不就变成了为了有钱人服务的一个东西吗？那也不对，这个有钱是一方面，有钱是干什么？还是为选票，就是说你最后还是拿着钱买选票呢。如果有些利益集团很厉害，我给举个例子，像农协，日本的农业组织啊，那是非常厉害的。农业，哎，农业，农村的居民啊，农业，哎，他日本天价大米嘛，他要保证他们的米嘛。对，他那个组织了一个叫农协的组织，全部农民都参加。比我们湖南农民运动还厉害。他农民协会600万张选票呢，他愿意选谁就选谁。所以为什么日本到现在他不开放这个农产品市场？那个农那个大米的价格为什么比国际上高10多倍？就是因为农民有选票啊。这个选票一投，自民党连日本共产党都不敢说我要开放农产品市场的。德国的高速公路不限速、嗯、就是因为它的汽车工业力量太大、嗯、它的汽车工业下面操纵了很多很多的选票、嗯、所以德国的高速公路是不限速的。所以这些表面上是大资本集团的利益、嗯、可是它又通过民意、嗯、有一个民主的操纵程序。对对对，所以不是那么简单、嗯、就只是说是。对对对，徐老师你觉不觉得好像咱们这么说、嗯、我现在数数这个东方国家里、嗯、所谓引进西方、嗯、但是西方的民主制度在东方哪个国家里真的说是像美国那种一样的感觉、嗯嗯、好像还没有吧。话说回来也不应该是一样、嗯、因为人是不同的人嘛、嗯、我觉得日本他用了这套西方的这套、嗯、表面上这套皮、嗯、这套皮啊、嗯、其实还是管用的。就好像他刚才讲的那些，虽然他实际上有很多潜规则、嗯、可是他都得走表面那个程序啊。对对对，
民主是个程序。像比方他刚才讲的那个政治系选票系统跟官僚执行系统是两个系统，这个就很重要。这像我们都是一个干部系统，对不对？他们那个是两个，说一个是取信于民的，一个是技术操作的。你取信于民跟技术操作，有时候如果在一个人来做的话，可能就会有问题。那个实际上这个政治家嘛，他的工作主要是为选民服务，为自己的选区服务，争国会的议席，对，争发言权，把国家的预算、国家的钱搞到自己选区去。给你举一个特别有好玩的例子，就是过去有一个国会议员，当然现在也是国会议员了，叫铃木宗男，他是出身于北海道。我们知道北海道是日本唯一一个有特色的地方，就是地广人稀。过去看的高仓健的这个什么《远山的呼唤》是吧？哎，全是北海道嘛。他北海道加起来只有500万人，但是呢，铃木宗男这个人能力很强，他把很多国家的钱弄到北海道去修了一些高速公路，结果呢上边跑的车太少。有一年呢，这个简直人另外一个国会议员就在国会里边质询他，说你拿着国家钱在北海道修的那个高速公路上边跑的那个狗熊比车都多。哎呦，这个铃木宗急了，铃木宗说怎么会呢，怎么会呢，你要这样说的话，我们两个人化妆好了趴在路旁数一数，到底是狗熊车还是狗熊多还是车多。哎，当然是狗熊还是少一点。但是呢，你知道这个中国呢，现在很多开车的后玻璃窗上贴什么？熊出没注意。哎，那个就是北海道买来的，从那儿来的。哦，就是从这个。对对，熊出没注意。对对，有些写的好像熊没几个，牌子很多。对，这样来的。怎么回事？所以呢，他这个后来和那个田中真纪子打仗以后就给辞职了嘛。后来也发现他政治资金有问题，判他有罪的一审，他正在二审、三审。结果呢，在判他的过程当中，他仍然当选为国会议员，就是因为他对北海道带来了好处，那当地的居民还支持他。对，连北海道的熊都感谢他。咱们先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你不说那熊吗？我还想起牛呢。说日本那政治有一种叫牛步战术，牛步战，你就说在西方会出现这种情况吗？西方呢是很少，这也是日本政治文化的一种表现。因为日本呢是同情弱者，在野党呢他实在席位太少，你要按照这个过半数的话，他一投票就把在野党的否决了，所以呢在野党出了很多极端的手段，比如讲牛步战术。牛步战术是什么？就是说在投票的过程当中，每20分钟挪一步，就在站着。哎，站着20分钟挪一步。哎，挪一步。那么不能推。过去呢，众议院席位有500，最多的时候有512个，512个当然是执政党，他可能投得快一点是吧？但是他不走的话，那执政党议员走不动呢。所以呢，你每20分钟走一个，最长的一次投票是投那我们现在叫 PKO 法。就是说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合作法用了18个小时30多分钟才投完票，才投完，而且规定的你是不能出来的。叫外卖可以，你把东西叫进去吃可以，但是你不能上厕所的。所以呢这个这样呢老头就受不了了，哎呀，赶紧投吧，要么你就咱们不投好不好，咱就不把它废弃了是吧。所以呢这种手段呢在日本国会经常听说日本那个老议员都是带着尿不湿在这个议会里开会。对，所以啊就是说他是就是说这种手段是允许的。但是呢日本呢还有一个就是讲究协调，就是说呢咱们表面这样干，实际上我们后边呢也有一些内部的一个交涉过程。为什么福田这一次能上台呢？现在日本他需要协调性，技术上架还没上台，23号才投票。但是呢，现在基本定局啊。其实毛主席一直说党外有党，党内有派，中国一直有派。对。但问题是那个派不像日本那么搞得清清楚楚。不像你现在你新政政治局了有一张图给你，中国这个派你要靠自己去摸的，嗯，对不对？日本它是清清楚楚的。对，还有些不同，比方说日本人这个辞职哈，他是没得退，他不像我们党的一线不行了，推到政的一线，政的不行还推人大推政协，对，他没得退，他一出事情不就辞职了。但是他辞职了以后他生活什么都不受影响，对，没有人来批判他路线错，对，对不对？没有人后来就揪住他不放。嗯，所以他这个政治文化是跟其实我们可以当做一面镜子看了，大家都是东方人，在西方的一些游戏规则，你想严复跟伊藤博文一起去英国的，这100多年来大家走的路
咱们可以互相看看。这还真是各个国家具体国情不一样。国情不一样。而且这个日本呢，我记得徐老师都说过，你甚至都认为中国人跟美国人像，但是都不认为中国人跟日本人像。你去看中国留学生到美国哈，他没什么特别不适应的事情。嗯、但中国留学生到日本哈、啊嗯，都是那个，你从鲁迅那一代开始，最爱国、最反帝的，都是从日本回来的人、嗯。有时候我们觉得日本是学我们的，但是日本的文化确实给我们是不一样的。我举个例子讲，比如中国有个俗语叫什么“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在日本是绝对不能说这话的。啊，在日本呢，你是“此处不留爷”是没有留爷的地方，你只要这个集团待不住，任何集团没有接受你的。日本学者有研究过，说日本跟中国文化的最根本的分歧是起于周代，中国是传父亲啊财产啊可以传给任何一个儿子，而日本是一定传给长子的，所以日本的第二第三第四个孩子就出去做武士，就是很本分，不会争财产，而长子就一定有财产，所以他们每个人对自己做的事情，哦，他减少了这个人际摩擦。而中国呢，因为父亲有权利把给任何一个孩子，所以本来是公共的事情进入了家庭，所以中国公司门之变嘛，哎，公司从来都不分，所以他们，所以呢，日本呢就实际上没有这个国家为什么成为经济大国，没有什么诀窍，就一两个比较聪明的人领着一群智慧干的一些人干出来的。咱们的情况是比较相反，咱们有一大堆聪明的人，就是看的人不是。但是最近他这个出现的一系列的事情啊，也让我想一个问题，我最后问你，那是不是现在日本也进入一个危机的一个时代呢？日本呢正在处在一个转折时期，就是说他的过去的政府主导型的一个模式已经走到尽头，他需要开放，需要自由竞争，但是从文化上讲，他是很难适应的。全世界呢又处在一个全球化时代，我觉得呢中国人呢是最适应于全球化，日本人是最不适应于全球化的这么一个民族。对，信用卡在日本都没法用。哦，嗯，那他这下一步的发展，日本人所以呢活得好累啊，他现在占着全世界第二位的经济高数据，可是他要维持这个高数据，他每年都得生产美国的差不多一半的东西，中国的三倍的东西，他只有1亿人，蛮苦的，蛮辛苦的。